呀？你撞着啥了？你撞着人啦？我撞的是人吗？你不是人，是土豆子呀？不是。哎呀妈呀！不是。哎呀！我撞你哪儿了？心难受啊！我撞你心上了？不是。哎呀妈，腿呀、啊，腿呀、啊，是腿呀、啊！我撞你腿上了。嗯呐。你能动吗？动啊。能动。都是费点劲。你帮我把那包你给我拿过来吧，快点的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医院就别去了啊。不是，你干啥呀？上医院？我上医院不得拍片看看吗？不用了。哎呀妈呀，不上医院怎么办呢？那什么片啊拍完了。哎呀妈呀，小腿四处骨折，疼啊！哎呀妈呀！你别妈呀了，你碰瓷儿的吧？你才看出来呀？你这不头一次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妈呀！怎的？给我吓成这样，你还跟……我给你嘚瑟。干啥呀？就你这样事儿的，法律制裁你，报警。放什么警？你给我淡定！必须报警！我跟你说，我治不了你。我淡定！哎呀妈呀，这么犟呢？淡定！你跟我玩啥呢？我跟你玩呢，我呀我。你报警有什么用啊？你报警啊，整那些没有用。报警没有用。先别说话，好不好？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！你干嘛呢你啊？啊？你干嘛呢？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证据啊！先别动，还没完事呢。哎呀妈呀，自拍！哎呀妈呀，那你就是无赖，你知道不？走了，把那车让出来，走走走走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抱抱！警察来我也不怕，知道吧？我有证据，你没有证据，对不对？我没证据。对呀、啊。我能没证据吗？你就是耍无赖！我告诉你，这监控都已经拍得明明白白的，所有的一切都在监控里边。没有用！哎呀，我天！我都哎呀妈，腿都酸了！哎呀哎呀！别过，谁别碰这线啊！谁过这线，我打谁！听见没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我来为啥来这口？方圆几公里的交通岗我都检查过了，就这岗的视频头坏了。我有证据，警察来信我不信你的。调够你驾证，还得关你七天。哎呀妈呀！我跟你说了啊，我着急。给钱。碰着你这种无赖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无赖，给钱。给。打不要饭的呢？太长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钱不够，你那边不还有好几张呢吗？我有好几张。算我倒霉。拿，别耽误时间，拿。给。这不够。臭无赖。收买设备都不够。喇叭杆，你就那一喇叭还得300多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典型是无赖，你贪得无厌，你还想怎么的？你说你想怎么的？现钱有没有了？有怎么的？没有怎么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好办。哎呀妈呀，我这有 POS 机。哎，咱刷卡，咱刷卡呢？你看那发票也能给你开。哎，哥们，你走文具，走洗浴。要什么发票？要发票。你说吧，我认倒霉，我认栽，你赶紧说，你快点，我有急事，你有多少钱？有急事儿就好办了，有急事儿就好办，咱有事儿你跟我研究就好办啊。咱们就这么算一下子吧，这点费用啊，你看到精神损失费、恐吓费、医疗费、餐饮费、费各种费吧，总共是10000块钱。今天算你底儿高，我这搞活动，给你打个五折，5000。啊。咋的？差不多少就得，你知道吧？拿5000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有没有？没有好，没有那可以拿物钉啊。有没有手镯、项链啥的？物也行，车也行。物行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车才累。等着，我车里有物啊。快点的，快点拿来吧。等着，快点的，哎呀妈，今儿算一个点高。哎呀，还那。哎呦，青花，老物件啊！只可远观，不可近看。现在是2米之外，我看不来毛病。哎呦，好东西啊！这物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给你行吗？
当然可以了，这个给不少钱，这不值不少钱的吗？哎，哎呦我，哎，你干嘛呀你？哎，不是你，哎，别动，咋的？折了？哎，你摔的吧？哎，哎呦我，我没碰啊，我是忘了，我现在没碰啊，高啊，反间计呀！哎呦我，高手在民间呐！赔吧，我这玩意儿的老物件10万块，没有用，我手没碰着，咱俩往回捋。往哪捋啊？算下这账怎么回事？来捋一下吧。来，跟我说是不是没钱可以拿物丁？对呀，我是不是给你取物去了？取物了，是不是给你？给我了。你是不是打算要？我要了。是不是伸手接了？接了。是不是没接住？对呀。录下来了。哎呦！连声音带图像 ，yes， 技高一筹啊，技高一筹啊，我多亏有准备呀、啊，没有准备，今天你给我反讹一下，你呀、啊、碰错人了，你整这事儿，我是干啥的？我是干啥的？你干啥的？碰瓷儿的，碰瓷？这是啥呀？瓷儿，碰着我这儿了，我专业这玩意儿，知道吗？咱就检查检查呗。啊！现在啊，咱就不说这年代啊，咱就说这胎体不是很工整，知道吧？这釉上的呀也不是很均匀，纹路呢又不怎么太清晰。咱们看看落款吧啊！哎呦，太硬了落款。北京欢迎你啊！你家大门能打开吗？哎呦，太有样了，纪念品呢？行，你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你起来吧，我认栽了。你跟我耽误时间算不上，知道吧？有钱你就快点给，因为你得上班。我服了，我服了。我这一天我没啥事儿，你知道吧？我服了，我现在兜里就这么多钱了，是不是看见了？啥也没有，啊、是吧？够五千吗？全给你。好嘞。就这么多。好嘞 ，OK。确定 ？OK， 再见，再见。等等，好，大姐，你是受害者，这没你事了，你走吧。要回来了。这自己出去，快点的。这说你在说啥？就是解放。哎呀，我是我错，我知道。关键现在贝贝在医院，他着急用钱，我这当舅舅的不能眼看着孩子得了白血病，在医院就等着钱治病，我就一分钱拿不出来，亲戚朋友都能帮一把，我拿不出来钱，我过意不去啊，我呀，姐夫，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把我逼上这条道了，我自己。宝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用这种方式挣来的钱，贝贝拿去看病，他能安心吗？他知道了。他会怎么看你？你又怎么面对他？我们是没有钱，但是，我认可砸锅卖铁，我就是卖肾，也不能用你这坑人的钱。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没钱治病吧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坑人。我听明白了，你俩是姐夫小舅子关系。你孩子有病，白血病，他没钱，他，兄弟，这钱你拿着，这钱你拿着，算我借给你的，算我借给你的。你这钱我不能要，我也没法还。你拿着，我不用你还，我让他还。行，我还。这钱就我还，
你怎么还？你还？我出普大的一生钱还，我哪怕一天还20，还50，姐你记，只要你记个账就行，我肯定还。从今以后这个钱我不挣了，我发誓我不再做这行了。谢谢你，姐。老弟呀、啊，我听了这个故事我就知道了，其实你不是一个坏人，你有办法还，你可以发挥你的特长。我呀，除了长得黑、长得小，没什么特长。你的头脑灵活、三寸不烂之舌，不就是你的特长吗？你说我嘴厉害呀？嘴好，你可以用你的嘴挣钱还给我。没明白你。看看我是干啥的？马应龙，东北地区销售总监。卖马应龙的？对呀。跟着我干，保你赚钱，而且还发挥你的力量，你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，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姐，你太有才了。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嘴好使，让我去卖马应龙。打电话啊！太对口了，师傅，我人生转折点找到了。记住。以后个好人，我师妹以后再不干这事了。媳妇，走，咱们抓紧上医院。还要他干啥？还要用啊？不是我这，走了，啥事儿？什么都不要了。走，滚犊子！